欢迎大家又来收看，来到我的 PUBG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，我太久没有做 YouTube 了，OK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哦，这样快，啊，再说有时我有一点点迟，啊，Happy Birthday PUBG Mobile，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应该是 PUBG 的生日。啊，对，PUBG 的生日，我不懂今天我要跑去哪里好，所以请耐心的等一下。哇，PUBG 拿第一名了。嗯，这个地方，可是跑去学校很远呢。这里都没有学校哈，离开吧。我想要跑去这个大桥里面。大家请看看，我不懂有没有敌人正在射着我。我的拿武器的尽快，我去跑这个小屋子的旁边先，然后我再来。好了，现在我的开始拿武器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敌人开始在射着我，那里好像有一辆车，啊，你们可能看不到，但是我先去拿武器下，我再给你们看好吗？OK，我的脚步声可真是大声了。OK，急救包，AKM。有人，我听闻这脚步声，可真是容易杀他。跑机了，好了。容易，哈，shotgun，啊，就是刚才我所告诉你们的这些车。但是我都必须先找衣服先。不是，别拿短枪，短枪以防万一吧。好了，那是什么？第一集，哎，我最重要是要找的是衣服，而不是谁先弄白雪？好了，有人射着我，我的一个 shotgun，果然我有你的衣服了，这样，
好了，现在我都去拿车，哎。可真是差，这些人。这手杆一点都不好用。等一下，刚刚那辆车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边。好，加吧。什么歌啊？讨厌这首歌，气死我了！这什么歌啊？这个没有歌。哎呀，我不知道现在我要跑去哪里了。再见了，摩托。好了，我用短枪吧。再见。都离它远一点，不然会爆炸。这首歌我也很讨厌。在做什么啊？可真是容易打。真是容易。好了，大家，我希望你们觉得我杀了这些六个人，再说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动作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些动作，嗨，或者我们可以做这个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。拍手。当然其他的都空的。OK， 就这样，大家，我希望你们看完我这个电影后，你们可以订阅我的 video， 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 like 我 video， 谢谢观看。